来吧，来个啥没干就嗨放了。今天的新郎终于是抢了两次亲的大众。嗯，加州哥念咒呢。哎呀，背词儿啊。背词儿啊。作为嗨放国最优秀的司仪，我主持的每场婚礼都非常的完美。再给你们双胞胎练习一次，感觉刚才不是很熟练。哎，宝贝们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出这么多汗，还行。我觉得主要靠摁的那个人，在接触到这个瞬间的时候，就你到位置，他马上摁上的时候，其实不太费劲儿。最重要是你有时候抬到位置，他没给你摁上，你就松完，接着给我亮啊！主要考验你们俩，蛋总，你喊左手松，然后你再喊左手紧，左手松，左手紧，对，左手松，左手紧，这摔的挺疼的，还不可能让你摔。还有威亚，保着那个铁，保的是怕那盒子摔坏了。别着急，慢慢的，往结实的哈。主要就让我俩这儿去。咱能不能先把我这俩手挂上？好好累啊！来，左手紧，太累了。右手紧，右手咋没人理我？双胞胎。还好我是第一个上去，我这第二个上去不得让人玩死啊！双胞胎，右手，左脚紧，右脚紧。哎，我去，好累啊！左手松，左手紧，右手，右手，左脚，右脚，左，右手，左脚，右脚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挺累的，这个不是。你怎么每次只爬一毫米啊？太累了，左手。你多伸点。嗯。紧呐！你要喊啊！这你得告诉我紧了，我不好，没事。你就喊右手。我为什么觉得你们在整我呀？没有，真没有，就紧张了。不是那样的人。右手松，接，真的是一毫米，稳中求胜。这个威亚能把我吊上去吗？他现在谁也吊不动你，除非一起松。我为啥要上来呀？快点往上爬吧，一会儿没电了，一会儿没电了。没电了，掉下来啊！上了，好累啊，这个好重啊！我想想我动哪个？右脚啊？是吗？对，那就右脚吧。你这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得帮他吸，他顶不住。你们在干嘛呀？这怎么还能笑得出口？我这个动作，我想干点别的。别摁错啊，兄弟们，不要摁错。左手松，右手松。左脚，右脚。左手，吸呀！你喊呢？右手，吸呀！左脚，哎，不行，动不了了。哎，不行，动不了了，提不上来了。那你就两个都松开吧，两个脚。好，两脚都松开啊。快吧，使劲吧，上面的兄弟们，加油！你们加油啊！加油啊！继续！加油啊！继续！加油啊！你们！哎，太厉害了，这个。